y 大过等于减三 x 加六，我的 y 等于减三 x 加六是这一条，大过的话呢，就是上面或者前面，y 大过 x 加一，它没有等于用虚线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是大过用上面，OK，然后 y 小过等于五，我们要知道这一边如果我有 x，这边是五，这条线是 x 五。x 等于五，然后我们有这一个是x y，然后这边是五 y 五，所以这条线是 y 等于五，所以我的 y 小过等于五的时候呢，它的五在这一边，然后 y 小过等于五是这条线，OK，然后因为它有等于，所以它是直线，下面，然后这三个同时都符合的地方是在这一边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OK，我们可以用 Desmos 来检查答案。首先，如果我们有 y 大过等于减三 x 加六在上面，然后 y 大过 x 加一上面，然后 y 小过等于五下面，你可以看到实线、虚线、直线，就是没有等于的，是用虚线的。然后三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呢，大过小过，所以它应该是中间这一段。OK，就是你黑色的、紫色的跟黑色的重叠，再跟红色的重叠，这样。OK，然后你如果要看得比较清楚的话呢，你应该是可以这样，你把这一个 OK 放在这一边，然后在这一边，你再把这一个放进这一边，OK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答案了。OK，好。然后这个答案呢，跟我们的这个答案是一样的，中间的这一个三角形，中间的这个三角形，OK。